有三个抬头纹，三个抬头纹，六个眼角纹，两个胡须。爷爷有几颗牙？不会问这个吧？可能还真的会问你大爷脸上几条皱纹这种。一会儿问你大爷几颗牙。大爷就没有露牙？有人这样笑的。老爷爷的嘴巴是张开还是闭上？这个问题咱们讨论过了。我知道他肯定闭上的，我知道他肯定闭上的。啊？我知道他肯定闭上的。啊？不对吧？我们讨论过了，真的。